天神化身的弟弟笑了笑说，哥哥愣了一下，恍然大悟，从此不再梦想不劳而获，跟弟弟一起努力工作，几年后他们就渐渐有钱了。生命电视，让佛法环绕全世界。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语。文明就是现在我们这个那个光明这个觉，文明就问这个明，这以下文明篇有是通的，也通佛的前头如来出现四祖妙言、华藏世界，都通的，是那通说。信呢，就是向上来所说的，都升起信解，因信而解。信了之后就求知了，求知就求明白了。这是入信位，入信位啊。菩萨只是人说的，菩萨问明嘛，菩萨是指人说的，问明是指这法说的。前头是举的佛的果德，现在不举佛的果德了，现在要表因。不说佛了，说菩萨，菩萨就是因。问呢，就是问难的意思，问难。那这个我不明白，要问一问，请求你答复，就这个含义了。问明嘛，我不明白，我问问你，请你给我说明白。有的是要理上说明白，有的是要事上说明白。有问一定有答，有问嘛就有答，不是这个问答是谁跟谁问答呢？文殊师利跟九首菩萨问九首菩萨，让他们答复。有的是九首菩萨来问文殊师利菩萨，请文殊师利答复，答复就是解释，说这个道理我不懂，请你给我解释解释。有时候要理来显示，有要事上来明理，就是理事都要明白。华严经讲的是理法界、事法界，理是无奈法界，事是无奈法界。是吧？问必有答，一直问才有答复。那么答复的跟问的两个的含义是一个，一个。因为理能够成事，事靠理成；事能显理。你是隐的，事是明显的，
我们经常说，说你这个人有点不讲道理啊，嗯，寡注重事了，不讲理，就是离隐了，两人打架，或者吵嘴，有争议啊，有争议，就是这件事儿看法不一样了。在事上看法不一样，在理上是通的了，只是就事不明理。要把理也显，事也明，这个明问事显理，因为理能成事，问呢是广问的了，泛问的，还有一种难问的，以理来争之，说这个事情啊是不错，但道理说不过去，就像我们很通辩论时候，这就问难，这就问难的意思。答呢，给他解释，给他解释，就把所问的事、所问的理一一给你说清楚，把理也显明白了，事也通畅了。就这个含义，这一篇文殊菩萨跟九首菩萨、十位菩萨互相的辩论吧，互相的问答吧，目的只有一个，让一切众生都能明，明什么呢？咱们前头讲的光明觉。明觉，明明，目的呢，就是他在教义上说叫宗趣，宗是宗旨，趣是趋向。说这品是什么宗旨？是趋向到什么？趋向到后头的。趋向后头啊，金恒品呢、啊？这个都是十种信，信没有力量，让它生起力量；信没有根，让我们这个信呐、啊、生根，生根。所以叫问明品。问明品不是目的，就达到什么都能明，都能明。明了时候是你没有信心的都能升起信心，而已经有信心了令你升解，解就是开悟啊，解，有信心了让你明白，已经解悟了就要去做呀，知道这个事儿做的方法了，知道怎么样去做去了，做的时候在你做这个事儿的发愿，愿就是希望。做个事儿都有个目的啊，目的要做什么？要成佛。由信起解，由解而发愿，由愿由解而生行，由行啊要发愿，愿处行，事处愿。四元横那个四啊，四啊就坚定这个愿，要执行的，自己希望啊一定要执行。愿你就出示你的行，我有个愿心，非要去做不可，那就能证入了，证入了。到了最后，菩萨位圆满了。普贤菩萨跟善财童子说：“说时隐时定时通，那就等于佛了。现在嘛，我们是理解、明白，明白就是要理解，理解嘛就怎么样修行，修行嘛就是观，
随你的，因为你才刚时开，才刚时明，明刚时才开始解，那就随缘吧。随缘起大愿，随缘起横门。这一共说十个菩萨，从文殊开始问，开始起，十个菩萨就十门，每个菩萨说一门，十十成百，就甚深的分成十段。第一个开始，从文殊说是开始的，是缘起法，缘起甚深。什么甚深呢？教化一些众生，令他生起信。第一个教化的甚深。为什么教化很深呢？因为业果甚深过，众生所有的业果，他所造的业非常的复杂，也非常的微妙。对着业果甚深而说法甚深，那佛所说的教法也就深入了，深入了。第五个是福田甚深，福要是成佛要福德慧诸嘛，福田的甚深意思啊，让你懂得去培福，怎么样去培福？供养三宝，这个大家都懂得了。供养三宝里头有四供养，有礼供养。礼供养说，普贤横品说，发供养为最。四供养，我们开个慈善会啦，救济社会穷人啦，这也是供养啊，供养众生。你这样四供养，解决他暂时的困难，没钱给他点钱，他没饭吃给他吃顿饱饭，能解决他的问题吗？你得让他赔福啊。那所以这个道理是甚深，要说法给他，令他了生死，他再不堕三途了，再不受苦难了，那这个福田就深了。也法供养为最嘛，就是。说你给他说个教法，给他说说四波罗蜜，或者说是禅波罗蜜，是以法来度他，这个众的福田更深了。什么是佛的教导？佛所有的言教，什么是正教？什么是方便教？这也是甚深。修行有方便行，有正行，有方便住，有正住，有一道甚深，有佛经甚深，这十种，十种甚深的道理，显示十种甚深道理。这种甚深的道理啊，不是一言两句就把它说清楚的，它有次第的。说这个次第如何去修，如何去理解，你跟你讲了，就讲缘起深理，缘起住法甚深，什么因缘生起什么法，什么缘铸成你才能够成教，这是你修行的必要的。观，观是就是修行了，你如何观？这观字呢，就是佛教的术语，就说你思想怎么想，每天想些什么，那就叫观。想的入了三昧了，观就是三昧，观就是思维修，观就是正念、正虑、正思维、正解。正念都叫观，
佛所设的教，化度一些众生，这个道理是很深的了，是很深的了。但是得有缘，法是因缘生的，没缘的度不了的了。佛门广大，难度无缘之人。这讲缘起诸法都是缘起的，缘起诸法没有实体的，是性空的，这叫性空缘起，缘起性空。缘起诸法必须建立到性空的理上，才能成就缘起。因为缘起诸法才能显到显出般若意空，没有缘起般若意空的不能理解，这是你观想最要紧的。在密宗教法里头叫三要道，三要道，三要道合起来就是发菩提心、行菩提道、证菩提果。先观，先观什么呢？先观因果，先观生灭法，观生灭法，观苦集灭道，厌离世间。对世间有为诸法生厌离心，大菩萨他懂得这种道理了，要升起大悲心，令一切众生都升起厌离心，不贪求世间。咱们前头不讲五欲吗？要离开五欲境，不去贪恋五欲，不执着五欲，给众生说，因为众生迷了这种道理，众生是迷种子道理，需要教化，教化于众生。那众生违背教化或者顺导这种教化，这得靠缘，没有缘不行。像我们大家啊，我们是顺着佛的教化，不是违背佛的教化。像外道他是违背佛的教化，他要来学佛法吗？他想谤毁佛法，毁灭佛法。违背的就是恶，顺着就是善，这也叫成了有善恶业。善有善的因缘，我恶有恶的因缘，没有因缘不能生一切法的。不论善恶都叫业，就是所造之业。你必须把这个善恶的业搞清楚，搞明白。同日吃饭，就是我们到饭厅吃饭，大家都要吃饭吗？你如果是心里头没有三宝的念头，寡去吃饭，也不想什么，非善非恶。吃饭的时候你升起烦恼心，为啥子呢？饭不对你的口味，或者今天饭呢有点欠火，吃起来啊，你吃着干嚼着很硬，心里生烦恼了，这个菜不对味，或者你是抱怨心，这叫恶，都是在你念之间。你还因为无所谓，知道吧？我们经常的，最初你刚一出家，师父该告诉你啊，你看那个禅堂的对子，斋堂的对子，常住一粒米，一粒，种入须弥山，入还不了道，披毛戴脚还，变成畜生来正还这个债。
散心杂话，信实难消，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了，斋堂门外都写着呢。这叫有善有讷，就是吃饭有善有讷。乃至进洗手干都有善有讷，那一切行动走路有善有讷，反正不落于善就落于讷，或者落于无忌，三性，善性、讷性、无忌性。这个讲敬恨品，我们大家再学习吧，这种道理很深的。目的给你说法，佛所说的教法就是分别善讷两途。善什么道究竟成了佛了，善究竟了。善没有自性，可以转化的，善可以变为讷，讷是堕三途的，堕三途就完了吗？没有，是一时就讷还能转化，不能转化。说禅体无性，说禅体没有佛性，这《华严经》不这样讲，一切众生都有佛性，禅体也有佛性。其他的教论说禅体没有不能成佛，华严经禅体也能成佛。这些个教义必须要深入学习。什么的善最大？说法利众生，这个善最大，可以是佛的福田，种佛的福田。如果闻法顺着这个福田，不逆这个福田，坚持圣教量，有慈受的佛所教导的，佛就叫圣，他所教导我们的话，教我们做的事儿，我们都坚持去做，就听他的话。教我们金钱千万莫懈怠，懈怠不能得度的。精勤行佛道，随缘消旧业，切莫造新殃，别再做讷业了。这是理解，取佛所证得的境界，达到佛所证得的境界。这样有十种，这十种叫什么呢？叫实信，只是信，还没说你到理解去行。所信达到顶点了，标明有实心。文殊师利菩萨标的是信心，勤守菩萨标的是静心信尽啊，财寿菩萨所讲的是念心，德寿菩萨所讲的是定心。智寿菩萨所讲的是慧心。法寿菩萨所讲的是不退心。保寿菩萨所讲的是戒心，持戒的戒啊。觉守菩萨所讲的是护法心，目守菩萨所解释的是愿心，贤守菩萨是回向心，十种信心。我以前经常给大家讲那个《华严经》讲十信，就是这十信心。信心，十种信心都圆满了。进入初住，我们一讲信心呢，信佛呀、信法呀、信僧啊就够了，《华严经》讲不够的了，就是现在上来没讲的，这才能够
趋向菩提，这十法都能圆融了，十法都能圆融了，回向真如，一身一字坏，就是佛果。醒来是你趋向菩提，这是信为道源功德魔，能够使你达到趋向菩提，达到成就菩提，成就佛果。这里头还含着多义呀、啊，这前头是标个题而已了。这一篇比前头的说的要多一点，人们解释的讲的时间要很长，对，要有耐心，耐心，因为我们现在都没入位，信心不够的，信不欲缘而变，缘起缘起嘛，简单说吧，现在快了要放假了，大概是一放假了心里打主意了，回家嘛看朋友嘛看什么时候，反正事多了，这叫缘。不放假，不放假没这个缘，没缘就是心里也没有这个念头，这是缘起。这是没实质的了，没有体性的了，缘起不变，缘起法它是变的，我不变，什么不变呢？缘起法没有，它的体性是空寂的，这叫不变。不变能随缘，但是要随净法的缘，一个直至成佛，你要随言法的缘，堕三途以后闻不到法，堕三途还能闻到法吗？闻不到法了。不但堕三途闻不到法，八难有一个你也闻不到法。三途八难嘛，这要靠你发心修行，发什么愿，修什么行。我们现在讲问名品的大意啊，问名品跟着那个光明觉品成上的光明觉品，问的名就为这个光明，那有什么不明呢？缘起教化业果说法福田正教正行正住一道佛经，文殊师利菩萨与这个九首菩萨十位菩萨啊，他们各主一个法门，每一个法门就是名教化当中的一切诸法，就是度众生随众生的缘所发的愿，所有的行，说这十种是甚深的，缘起的一切道理，该设一些诸法。你要想起观，以观而生解，必须得懂得缘起，懂得缘。一切诸法是随缘生的。那做诸佛教化众生时候，
有的